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就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动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各城市和地区最高温在24度到27度之间，最低温在15度到18度之间。长春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8度。另外，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好了，讲天气，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香港警方严厉谴责暴力示威活动，香港市民抗议外国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公司撤出中国，这一言论在美国引发反对声浪。吉林广播电视台精彩亮相东北亚博览会。江西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一货运飞机发生故障，阻塞跑道，造成196架次航班取消。女孩钱包被偷，外卖小哥英勇抓贼。福建顺昌网上侮辱英烈男子，获刑7个月。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引发示威者抗议游行。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针对24号香港多个地点发生的暴力示威活动，香港警方25号凌晨发表声明，给予强烈谴责。警方表示，此前对于在24号观塘区举行的公众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然而部分激进示威者偏离游行路线，并作出堵路、破坏灯柱及袭击警察等行为。警方使用适当的武力制止暴力行为，共拘捕19名男子及10名女子，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及袭警等。连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一些政客再三发表涉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很多香港市民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外国势力的干预。支持香港警察。23号，部分香港市民自发前往旺角警署、元朗警署等地进行慰问撑警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纷纷指出，外国势力的干预正是导致乱局的一大原因，必须予以坚决抵制。香港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所以呢這個其實由我們香港有能力去處理，所以不需要外國政府呢在任何的情況之下呢去指點香港的事務。香港的事務也是中國的 內部事務，美國根本是沒有權，英國也沒有權去插手在香港的內部事務的。市民们也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抱有信心，相信香港一定会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这里就是中国，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坚守我们的信心，去相信我们的香港政府，也要相信我们的中央政府，必会为我们带来 安定繁荣的生活。而在香港他们执行一国两制，我们也都对一国两制很有信心。近日，一位香港警察用扩音器向激进示威者喊话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面对用激光笔不断向警署或者是警察照射的示威者，这名警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进行劝说，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唐僧阿 Sir。 这个集结都是非法集结，你亦都是要负上有关的刑责，所以我劝喻你现在离开，临崖勒马。这段视频拍摄于8月5号，当晚马鞍山警署被一群年轻的示威者包围，香港警务处沙田警区行动主任总督察、谈判专家林景生对示威者隔空喊话。1996年加入香港警队的林景生受过谈判专业训练，不同于《西游记》里唐僧的紧箍咒，港版唐僧阿 Sir 不动干戈，言辞恳切，就让数百名示威者自觉散去。如果非法集结，你出来的时候是5年后。如果你有进行过刑事毁坏，会是10年后，加埋15年。再如果参与过暴动，25年后，你数数啊，25年失去了几多光阴。林景生说，面对暴力冲击行为，警方本可实施抓捕，
但发现大多数示威者是年轻人，就决定采取隔空喊话的远程方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劝他们离开。見到一啲示威者啦，當中都有好多係年青人，咁希望真係去諗翻轉頭啦。其實喺每個年青人，你背後都有一對好緊張你嘅父母嘅，都有好多緊張你嘅親人啦，亦都好緊張你嘅社會上嘅人士啦、老師啦、同學啦、一啲長輩啦。林景生說：現在的暑假只剩下不到兩週，希望年輕人們能夠冷靜思考，回歸理性，回歸家庭。在网上所红的不仅这位香港警察，近日一位希腊大叔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街头怒对激进示威者的视频也同样受到了关注，得到众多网友的称赞和大量的转发。那么这位希腊大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发生了什么？记者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这位大叔。Where you come from? Me, I come from Greece. Maybe you like British to go back to Hong Kong. Yeah? How sad.眼前这位大叔就是视频中的主人公。记者跟大叔约在了位于阿德莱德的一处餐厅见面，首先聊起了视频拍摄当天发生的事儿。Can you tell me what happened on that day when the video was shot? You go there to discuss this? No, I did not. I was walking. It was very cold. It was raining, and then I saw the students. Not angry, upset.And I saw I've been following the history. I like politics. And I knew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okay? You know, not as true, 100%, but I do, yeah? And the news that I've been watching here, I said, how can you manipulate fake news? All these lies and lies and lies, yeah? And you support the troublemakers, not the peaceful people.记者向大叔展示了国内网络上转载的很多关于他讲话的视频，并向他求证他的话有没有被媒体歪曲。大叔的回答是：真正扭曲事实的是很多西方媒体。Young man, and search the truth. It's not hard. 大叔说，他还了解到香港警察对暴力分子执法被西方媒体说成对和平示威者暴力相向，他觉得十分荒唐，是典型的双标。I mean, angry demonstration here, you'll be locked up.Don't forget what happened in France recently with a yellow vest. People were killed. 当大叔得知自己拥有超过澳大利亚总人口数倍的广大中国网友的支持，他很高兴，也很感谢。他说，就是在阿德莱德的大街上，现在自己也经常被陌生人认出来，上来拥抱他，要跟他合影，他很开心。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25号举行，贺一诚以392票高票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上午10点，400名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以无记名方式在投票站进行投票。根据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法规定，需有全体选委会委员的2/3到场投票选举方为有效。候选人得票数超过选委会全体委员的半数，即200票方可当选。当天，选举委员会400名委员全部到场投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投票和点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贺一诚获得392张有效选票，得票率为98%。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依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任期5年。我深知行政长官的责任重大，工作的艰巨。我向全澳居民郑重承诺，我将全力以赴推进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伟大实践，坚定不移地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履职施政，团结社会不同阶层和各界人士，以协同奋进之力量，变革创新的精神，落实参选宣言和参选政纲，服务居民，服务澳门，服务国家。
8月24号，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种单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极限施压行径，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共识，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严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必将自食其果。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在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又要求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这一言论在美国引发了反对的声浪，美国舆论普遍担心美国政府的行动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纽约时报编委会发表评论称，美国政府的最新举动令人警觉。评论认为，空洞的威胁和更高的关税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表示，美国白宫没有权力强迫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另外，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3号报道，在美国总统要求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后，在中国进行生产的一些美国企业的股价出现下跌。在日益扩大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受损最为严重的是美国的农业。当地时间24号，美国农会联合会声明称，持续的报复只会增加农场和牧场家庭面临的困难，并使情况走向错误的方向。美国商界也警告说，停止与中国这么大的贸易伙伴的合作，会损害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发表声明称，这种要求不切实际。他们表示，在中国的业务使美方能够接触到中国客户并开拓海外市场，这反过来又能为美国工人、企业和消费者增加和扩大机会。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麦伦·布里连特在声明中说，经贸摩擦升级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不希望看到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呼吁双方政府回到谈判桌前并达成协议。代表美国150多家贸易协会的关税伤害美国腹地组织发表声明表示，政府正在将整个经济的健康压在关税战略上，这种战略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些增加的关税将提高商品价格，拖延商业投资，增加不确定性，并使美国人失业。目前有不少美国的经济专家担心，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其目前的关税政策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制造业和工业不景气的负面影响将不断蔓延到其他领域。匹兹堡国民商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福希尔表示，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美国经济的增长，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可能会成为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月14号，美国债券市场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低于2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次出现这一现象时，正值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这场危机随后演变为席卷全球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专家称，美国的经济极有可能会继续放缓，并在2020年陷入衰退。债券市场的表现就是警告。尽管美国政府一再表示美国经济表现良好，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今年上半年，美国工业产出和制造业产出连续2个季度下滑，已陷入技术性衰退。有经济学家分析称，制造业的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其他领域。此外，制造业和工业不景气引发的裁员和降薪可能会减少消费者的支出。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至今，美国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等主要制造业州失业率平均上升5%，爱荷华州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在此期间增长了16%。专家强调，消费者支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失业率的上升将直接影响消费者支出，长期来看会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随着最后一批伤员24号登机回国，在老挝遭遇严重交通事故而受伤的31名中国游客已经全部返回国内。根据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发布的消息，老挝819严重交通事故最后的5名伤员和家属24号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自琅勃拉邦起飞，经昆明返回南京。
八月十九号下午，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在距离老挝琅勃拉邦市约40公里处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车上44名中国公民中13人不幸遇难，31人受伤，另有老挝司机和导游受轻伤。24号凌晨3点，江西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一货运飞机发生故障，阻塞跑道，造成当天共196架次航班取消。24号中午，记者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大厅内的航班动态显示屏上，大部分航班取消或者延误。据了解，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的原因是一架外籍货机在加速起飞时突遇故障，紧急刹车。由于紧急刹车产生的高温，致使飞机启动保护机制，自动释放了轮胎内的气体，货机停在了昌北机场唯一的一条跑道上。事故发生后，民航江西监管局和昌北机场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调配人员、车辆和航空器等专用搬移设备参与故障飞机搬移作业中。江西快线通勤航空还紧急飞往上海浦东机场，接来相关专家和工具，加快飞机搬移进程。从事发到最后飞机的脱离，用了整整11个小时。我们整个机场从3点28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关闭啊，关闭了11个小时。据了解，在停飞期间，昌北机场航空公司都通过官方微信、微博对外发布信息，做好旅客的解释和安抚工作，帮助旅客与航空公司协调机票改退签事宜，并为滞留旅客提供免费住宿服务。24号下午2点23分，随着故障飞机被脱离跑道，机场恢复正常运行。最近，在由南昌西开往济南西的 G62 次列车上，发生了令人寒心的一幕：一位乘客给一个小孩让座，因为未被感谢而发生了言语冲突，遭到孩子母亲的殴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还打我，主动打我。我就是没说谢谢。这个你去上厕所的小孩坐的位置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一来，然后来就很生气，他一来就说，我让位也是白让。我说你怎么这样讲啊？我想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我做好事还被人家打，你得给我个说法吧。我做好人都被人家打，你说我以后还敢做好人吗？因为那个刘某呢，可能觉得这个礼让他的礼让座位的行为可能是理所应当，没有对王某就是表达一种谢意，然后王某可能就是心中有一些不高兴，然后在那个他再一次起身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是要将那个刘某之前面那个桌板呢，用力的掀起来，然后呢就险些就是夹到那个刘某小孩的手。是白衣女子刘某，在此次的冲突中呢负比较大的责任，然后经过我们征询双方的意见呢，对双方的此次的冲突呢进行调解，然后双方也是签订了就是治安调解协议书，由就是白衣女子冲突负较大责任的刘某对王某呢就是进行当面的道歉，然后一次性赔偿王某所造成的一些医药费啊等一系列费用2000元。本来是一件好事，充满正能量，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出门在外互相礼让，你让座我致谢，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纠纷。多一点互相谦让，多几句深表感谢，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好。同样，出门在外，如果我们每个人多一些理智，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但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近日在安徽合肥南站，一名男子携带瓶装水进站过安检的时候，既不配合检查，还辱骂民警，结果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当天上午9点左右，在合肥南站进站口，安检员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一名携带一瓶瓶装水的男子试喝一口，可是男子却试图蒙混过关。这名男子当时就是假装喝了一口，就是当时瓶盖没有打开。出于安全考虑，安检员再次要求这名男子按照规定试喝一口，不料男子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男子就把水打开了，打开以后直接把水倒在了我们一个收检员的手上，以后就直接往里面走，然后边走边骂，就是辱骂我们安检员。
铁路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处理，可这名男子仍然拒不配合，这也引起了周围旅客的围观。为保障正常的进站乘车秩序，执勤民警要求男子到派出所配合调查。一听说要去派出所，男子立刻转变了态度。你在骂谁？抓阄的？你骂谁？我没点名。不不，你骂谁？我是嘴巴烂面。刚刚在安检，你怎么讲的？你在安检怎么讲的？我是嘴巴烂面，这样吼吼。什么吼吼？吼过就没事了。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陈某称，当天他要从合肥前往重庆，因为出门前跟家人发生了口角，心情不好，在进站安检时没能控制住情绪。最终，民警依法对陈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一度造成了这个安检口秩序混乱，旅客围观。我们根据他这个违法行为，对他按寻衅滋事，对他进行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来关注交通安全。前几天在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奇怪的事故，为了拍博人眼球的短视频，一组网红团队把兰博基尼横在闹市的斑马线上长达1个小时，扰乱了公共秩序。不要在路上刮拳。预备，一二三，动。你往那边扭。过来，扭过来吧。嗯。预备，开始。你还是不爱吃阿姨？我是不爱吃啊。嗯？还爱吃不爱吃啊？不爱吃啊？那你那吃还是不爱吃啊，小伙子？我的吃还是啊？那咋你呀？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车祸的算不是是吧？至少得有1个小时。然后我当时以为是那个之前车祸了，然后就应该让这反正这算。这几位啊玩的挺嗨，不过处罚也随之而来。21号，郑州交警发布情况通报，分别对涉事3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予以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并对曹某违法停车、不按规定倒车等行为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你看看，追求关注可以理解，但漠视法规、伤害他人利益、危害公共秩序等行为，不光登不上大雅之堂，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近日在重庆，一位货车司机忘关车厢门，行驶途中车厢门甩出，砸中一路人头部，随后又擦过另一名路人头部，所幸两名路人并无大碍，货车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车辆行驶前应做好检查工作，务必关好车门后再开车。22号上午的10:40左右，在浙江东阳一路段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货车突然起火并失控向下坡滑行，危急时刻一名辅警冲进了警车的驾驶室，用警车牢牢顶住起火后溜车的货车，确保了后方车辆和人员安全。交警到达现场时，货车车头已经起火并冒出大量浓烟，交警立即在起火货车前后做好预警，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同时通知消防部门。就在这时，货车突然开始向后溜车。车子到了，快拿压压压。向后滑行的货车撞上了警车，由于惯性继续往下坡滑行，发现情况不妙，辅警杨双好立即冲进警车驾驶室，驾驶警车将起火货车牢牢顶住。快点快点，石头压好了没？在。当时后溜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驾驶员也采取的措施，立马到那个路边上去拿石头来进，结果这个后溜的惯性太大，没有进入。警车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警车给他抵住。在确保货车停稳后，杨双好将警车后退至安全距离，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据了解，该货车上装满了快递，所幸只有车头被烧毁，目前事故还在调查中。近日在辽宁省铁岭市一条商业街上，一个女孩发现有小偷偷了自己的钱包，而小偷却死不认账，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一名外卖员伸出援手，勇抓小偷。
17号下午，刚刚取完餐的外卖员李默路过辽宁省铁岭市某购物中心门前，发现一名女孩追着一名男子一前一后争吵着。当时两人吧是属于正在一个拉扯的状态，然后我就看见状我就站起来，站以后听两个人的对话，并不像熟人对话。这女孩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当时这男的嘛就是特别肯定说我没拿，完然后就是边说就是边想要走。该男子嘴上说没有，神色却十分慌张。李默感觉有问题，迅速下车走向该男子。此时男子想要逃离现场，当时就是有点反抗想跑，防止他跑嘛，第一时间就想把他控制住，然后就是给他放倒了。放倒以后，然后他就是借助这个人群呢比较乱，当时也是啊，就是又起来了，我就是再次又给他来一个过肩摔，给他放倒了。放倒以后就是给他控制住了。当李默将男子按在地上时，女孩从该男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钱包。随后李默又让女孩赶快报警。在等待警方到来的十几分钟里，李默赶紧打电话给公司。抓小偷，但是我身上有单子，你马上给我调查吧。我抓了个小偷，现在在这块，但是我现在送不了了。随后民警赶到现场，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后，确认该男子的确是在附近购物中心门口偷了该女孩的钱包。目前该男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据了解，李默今年29岁，是一名退伍军人。非常非常感激，然后也就是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去帮助自己。我的大脑里下意识的我需要管，哪怕说他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我也会就毫不犹豫的上去把他拽住。8月20号，福建南平市顺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捍卫英雄烈士荣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人因侮辱烈士被处以有期徒刑7个月。庭审现场，公诉人出示了相关证据。经调查，今年3月30号，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27名森林消防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救火牺牲。顺昌县的黄某某于4月2号至4月5号期间，多次使用 QQ 及微信账号，在10余个群内发表不当言论，辱骂牺牲的烈士，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侵犯了英烈的名誉和荣誉权。4月29号，黄某某被批准逮捕。法院在听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及意见后，认为被告人黄某某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二，被告人黄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书面公开赔礼道歉。救火英雄牺牲，大家心痛不已，但是却有人在网络上如此大放厥词，引起大家公愤。网络容不得这种没底线的言论，他们以为在网上随意发表言论不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国家赋予我们言论自由权，不是让一些有悖公序良俗的人做如此键盘侠的。有期徒刑7个月的处罚给他上了一堂法律教育课，同样也警醒着每一个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每个人也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好，下面来关注一只大熊猫。23号，在重庆动物园，雌性大熊猫星星迎来了37岁生日。动物园给这只熊猫界的老寿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派对。据悉，大熊猫星星的身体状态良好，是目前全球现存最年长的熊猫，相当于人类的100岁以上。自1992年开始繁殖以来，星星共育产下后代8胎10只大熊猫。截至去年底，它的后代有137只，遍布世界各地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一首赞歌，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今年第十一号台风白鹿昨天7:25在福建省东山县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天它带来的风雨影响仍将会继续。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白鹿以强热带风暴级强度登陆福建，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上午10点，其中心已经移入广东省，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白鹿的风雨影响仍将继续，预计南海东北部海域、台湾海峡以及福建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阵风可达9级。此外，福建南部、广东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广西东部、江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白鹿登陆后虽然强度减弱，但由于它一直与西南季风系统相连接，可以得到有力的水汽保障，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等地都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即便后期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残余环流仍可以不断抽取西南暖湿气流，甚至向北一直输送至河南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中部等地。因此，台风登陆后的风雨影响不容忽视。在台风给南方多地带来降雨的同时，今天北方部分地区也有较强的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预计，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和东部、宁夏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等地局地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需要注意防范。省内方面，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最近几天早晚温差变大，秋天就这么来了。秋天天气转凉，经常会出现大雾天气。那么雾天行车应该注意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是昨天早上5点多，分别在龙岩高速延吉西收费站龙井方向以及浑乌高速90公里处长春方向的监控录像所拍摄到的画面。通过画面能看出，雾的浓度相对较大，远处的建筑几乎看不太清，并且车辆行驶的速度都有所下降。据气象部门介绍，当时省内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500米，而未来2天我省还将会出现大雾天气。因为现在这个早晚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早晨容易出现这种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天气是未来3天应该是都有这个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气温还是比较低。交警提醒，驾车出行时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不要急踩刹车或急打方向，请缓慢平稳通行。雾天行车请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适当增大跟车距离，保持安全车速，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遇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滑发生危险。下面来关注东北亚博览会的消息。连日来，东北亚博览会7号馆内人气爆棚，吉林广播电视台展位推出一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群众。VR 全景体验、天池云展示、现场扫码抽奖，吉林网络广播电视台的网红们被前来参观的市民团团围住。新鲜的科技体验和丰富的奖品，让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扫扫扫。今年这个第12届东北亚博览会，我们吉林网络广播电视台重点就是展示现在的吉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的建设情况。可以看到身后我们这个整个的吉林融媒的集群产品都已经全部上线。那么现在像在东博会还有像我们一些重大的一些宣传报道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在发挥吉林融媒这样的集群作用。连日来，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相关展位聚集了超高人气。8月23日，东北亚博览会开幕首日，吉林卫视和吉林公共新闻频道就闪亮登场，开展推介活动，还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近期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也迎来了全新升级改版的这样的时刻。那么在现场，在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七号馆，我们也是频道举行了全新升级改版推荐暨主持人见面会的活动，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公共新闻频道。乡村频道、都市频道分别在24日和25日先后举行了沃野求索用心乡村专场活动，以及都市频道华彩乐章和都市嘉年华主题活动。26日和27日，影视频道、七频道、生活频道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播方面，吉林旅游广播 FM 103.3和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6.1在展会现场设置了直播间，将展会的最新实况传递给听众和网友。旅游广播还设置了主播现场扫馆和现场游戏环节。我们与此同时呢，还通过这个省文旅厅找到了一些文化名人、文化专家，比如说二胡的这个传承人，还有剪纸的传承人，以及马头琴的这些演奏员，让他们上舞台，通过零距离的这种演奏和互动，让老百姓体会到吉林省的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带动。吉林交通文艺广播 FM 103.8也在24日举行了1038音乐嘉年华专场演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也助推了本届东北亚博览会文化展区人气不断攀升。在历届的东北亚博览会上，台湾商品展区都以其鲜明特色受到关注。那么今年台湾商品展区又有什么亮点，会给参观者带来怎样的新鲜体验呢？下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吧。今年的台湾商品展区位于会展中心三号馆，总面积达到3400平方米，有文化创意品、工艺饰品、居家用品、伴手礼食品、茶叶名品等六大类，共80家企业组团参展。文化创意工艺品展区以台湾多元文化为展示主轴，展出体现台湾精致文化的工艺品与呈现人性化设计的创意产品。台湾花莲地区的七彩玉，闻名台湾博物馆的金箔画作、台华窑瓷器，在这里您都能见到。如果您逛展会逛累了，那么在台湾商品展区的茶叶专区进行休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台湾独特的品茗文化。我们看到这里的茶叶呢，有台湾非常著名的东方美人、洞顶乌龙、文山包种茶，还有自然农耕茶，都能够一一品尝，能够品尝到我们的特色茶，那也品尝到台湾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之前没去过台湾，感觉挺向往的，今天通过看这个馆一看呢，好像是有些东西满足我了，就是加深对台湾一些了解。在现场您还能品尝到著名的台湾小吃，如贡丸、牛肉酱、糖果、杏仁茶等等，尝够舌尖上的台湾。昨天晚上8点，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在天津市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以同心同梦幸福中国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时代风貌和残运精神，共有34个代表团参加。我省代表团由106人组成，其中参赛残疾人运动员64人，包括残奥22人、群体3人、特奥39人，将参加残奥会田径、乒乓球、游泳、硬地滚球、象棋5个项目和特奥会7个项目，共计143个小项的比赛。在田径、游泳、残奥项目上有望取得好成绩。目前我省已参加了11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残奥项目5个取得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3枚，群众项目6个取得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4枚。如今马拉松已经成为热门体育赛事，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到跑马拉松的队伍当中。今年我省就分别举行了长马、极马、沿马等马拉松赛事。昨天早上7:30，梅河口市也举行了2019梅河口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吉林卫视对比赛进行了直播，一起来看一下。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梅河口市的体育中心呢，同时呢，这里也是赴康2019梅河口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的起终点位置。那现在的时间呢是7:24，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仅剩下6分钟的时间了。通过镜头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记者身后呢，上万余名的参赛运动员呢，已经来到了比赛的起点位置，进行最后的赛前准备运动。那么稍后呢，他们也会在发令枪响之后，一起来享受这场梅河口马拉松之旅。2、1。
伴随着发令枪响，万余名运动员开启了本次美马之旅。据了解，本次比赛共分为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以及团体跑三项比赛。作为国际马拉松比赛，本次活动也吸引了包括埃塞俄比亚、蒙古等五个国家和地区的12名外籍选手参赛。数据统计，参与比赛的国内跑友涵盖了17个省份、57座城市，其中年纪最大的81岁，最小的只有10个月。历经3个小时的比赛，最后男子组冠军被埃塞俄比亚选手摘得，成绩为1小时5分53秒；女子组冠军为中国选手董雪，成绩为1小时20分20秒。国际方面，24号7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南部滨海小城比亚里茨开幕。与此同时，大量反对7国集团的示威者在比亚里茨附近多个城镇举行抗议游行。在一些地区，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使用水炮和催泪弹等驱散示威者。巴约呢，距离7国集团峰会召开地比亚里茨约8.5公里。24号，大批示威者聚集到巴约讷，负责峰会安保的警方则做好准备，防止示威者干扰会议。示威者在试图通过一座桥梁时受到警方拦截，双方发生冲突，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等物体，警方多次使用水炮驱散示威者。此外，示威者还在警方设置的路障附近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有示威者冲击路障，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有示威者被警方逮捕。近几天，大量示威者在7国集团峰会举办地比亚里茨附近连续举行抗议活动。法国派出超过13000名警察在比亚里茨驻守安保。23号，有4名警察在与示威者对峙中受伤，警方逮捕了17名蒙面的示威者。为了迎接7国集团峰会在比亚里茨的召开，法国方面提前在当地进行了严密的安保部署。不过，这对于当地的商户经营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在比亚里茨正值当地的旅游旺季，不过峰会的到来让当地相关行业受到了影响。有当地商户表示，从他们的角度而言，并不希望在旅游旺季看到峰会在比亚里茨举行。Pense que forcément en pleine haute saison comme ça, c'est forcément un mauvais moment vu que ça coupe la saison en plein milieu. Et fin août comme ça, c'est encore un moment où 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viennent à Biarritz. Et là, rien qu'à voir les rues, il y a déjà beaucoup moins de monde à l'extérieur. Après, je sais pas vraiment les détails. Donc, est-ce que ça aurait été mieux de le faire maintenant ou en octobre ? J'ai pas assez de connaissances sur le sujet pour savoir si c'est mieux. Donc, mais pour moi, oui, c'est pas vraiment le bon moment pour faire ça. Ça fait chuter le chiffre d'affaires, clairement. On passe de 250 couverts, en fait, service à 10 couverts en ce moment. Et ça a commencé aujourd'hui. Donc pour nous, ça a déjà commencé même avant que le sommet commence, en fait. 还有当地的政界人士也表达了担忧。Et la plage sera fermée, les terrasses des restaurants devront être enlevées. Donc j'ai peur que ça ne soit aussi une ville morte.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联盟 MS-14 飞船24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失败，搭乘飞船的太空机器人未能如期登上空间站。据俄罗斯塔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联盟 MS-14 飞船本身没出问题，对接失败的原因是空间站内辅助对接的视频信息系统某设备在转入飞船停靠模式时发生故障。空间站的宇航员将检查故障设备，并在必要时换上新设备。飞船将于26号尝试第二次对接。据悉，飞船内的唯一乘客是一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代号为太空机器人 F850。按照计划，该机器人将展开为期17天的国际空间站之旅，其任务包括传递遥感信息、模仿宇航员舱外作业等。这种机器人的未来用途是在航天器外执行对宇航员来说非常危险的任务。据法新社援引巴西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当地时间24号，在巴西境内的亚马孙雨林内又新增了数百个起火点。而根据巴西总统的命令，目前巴西军队已经做好准备前往灾区协助灭火。据巴西国防部长费尔南多·阿兹维多介绍，巴西将出动44000名士兵以及2架 C-130 运输机参与灭火。已有6个州发出请求，希望联邦军队协助灭火。这6个州分别是罗赖马州、朗多尼亚州、托坎廷斯州、帕
帕拉州、阿克里州和马托格罗索州。据悉，军方的第一步行动是向朗多尼亚州首府波多维柳附近派遣约700名士兵协助灭火。连日来的大火让亚马逊雨林上空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有当地居民说，一些农民为了从大火中营救自家的牲畜，不幸丧命。哦，朱兰吉，朱兰吉，tem 100 vacas de leite lá, acabou todo o pasto deles, seu Jurandir.Quase a família inteira quase morreu, tudo queimado de fogo, tanto apagar fogo. Aí, ó, o que aconteceu aqui?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巴西境内森林着火点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84%左右，而且超过半数的着火点都位于亚马逊雨林。24号，美国亚特兰大伊斯科莱特地区一处高尔夫球场遭到雷击，导致6人受伤。雷击发生时，现场正在进行一场比赛，闪电击中场边一棵大树，导致人员受伤。赛事举办方介绍说，当时同时发生了2起雷击，一起发生在维修区，另一起发生在赛场附近。闪电击中了大树，电光火石之际，大树瞬间冒出青烟，掉落的树枝砸中了现场观赛的6名观众。幸运的是，当时有医护人员在现场，立即对伤者进行了检查救治，他们的伤情也并不严重。受雷击影响，当天的比赛不得不暂时停止。未来出行，人们将会乘坐怎样的交通工具呢？近日，德国的一家公司推出了他们的第4代纯电动直升机。公司表示，他们将把这款直升机打造成未来的空中出租车。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家公司设计的直升机。这款2座的空中出租车是纯电动直升机，顶部装有18个旋翼。这种多旋翼结构增强了机身的稳定性，可以让直升机平稳地垂直起降。设计团队表示，这款直升机是为实现未来城市间运输而打造，能够搭载2名乘客和他们的手提行李。直升机的最高飞行时速可达每小时110公里，最远飞行距离可达35公里。他们希望这款直升机能提高人们未来出行的灵活性，让交通更加方便高效。这款直升机的研发理念始于几年前，经过不断改进和研发，才有了现在第4代直升机。公司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新加坡进行实地测试，2023年前以空中出租车的身份正式进入商用市场。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7到18度。白城中雨转多云，23到14度。松原阵雨，25到16度。四平多云转中雨，27到18度。辽源多云转中雨，27到18度。吉林雷阵雨转中雨，26到18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7到1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6到15度。延吉小雨，25到18度。长白山小雨，24到15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7到18度。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群英雄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